我在这条街生活到16岁。 这是我跟我的朋友走了无数次的路，对，非常多的就没有事情干的时候，我就会在这种马路边坐着，看人。对。你像这些墙是新的，但这些都还有记忆，都是旧的。以前我想，我感觉这个房，这个墙特别高，因为我想，因为我那时候特别小啊。对。 哎呀，太熟悉了！这些墙都摸了不知道多少回。那时候中学时候，我最喜欢就是骑着自行车从这条路，然后一直骑到那边就是那个田野，再往那边就是山，然后就差不多每天都会重复这条路到那个外面的那个田野里面，去大自然里面去游荡。我觉得那个人的心会很自由，因为你跟山在一起，跟土地在一起。 我经常讲，就是说，以前我们的歌里面都是我们，比如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，比如说我们是咱们工人有力量，比如说我们是80年代的新一辈，那么到了有了流行音乐之后，它变成我，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我是一片云，那么就这个变化代表了个人意识的一种回归。 就我觉得音乐在中国可以代表非常多的历史的发展的阶段。这个辫子，哎呀，身体还好？身体还好了？太舒服，舒服哈。太不行。啊，弄得走日了。太不行。腿不行。我闹下去，我人到边。 闹子里边有个水盆儿呢，就这个水盆儿呢，海就往人家这叫。啊，那可得小心了啊，应该是这样的，然后他站起来，跟着他站，然后他回头，这样。 这个是最后啊，等于我如法炮制。如果明天他审一肯定有一审通知，然后马上记审，完了之后我就告诉他，我先不拿供应许可证，我先备案去营寨，等于我们也出问题。就是因为他有人进去，比如说空间里出现了，我感兴趣的人，我就开始拍，就好像约会一样，去好像在大街上看到漂亮姑娘一样，就要靠运气，然后。 很耐心的等，我是一个说法，就是说，中国电影并不习惯讲述真实的生活，最起码我的电影会让他们不习惯。